业者推499方案引发抢购热潮，限时方案这一次在双棍节又有快闪活动。电信三雄这一次通通加入战局，都是双十一快闪，30个月合约，中华电信和远传推出399方案，一个月1GB 再加送1111GB， 换算下来一个月有38GB， 而台湾大哥大也是月租399元，一个月5GB 再加送1000GB， 等于一个月有38.33GB。应该会吧，之前499不是很多人抢吗？对，所以应该会很抢。是会，会，什么时候？就是觉得比较，可能觉得比较划算吧。哦，不会，怎么？那就只是短期的那个吧。不过想办双十一快闪方案有规定，都是从当天11:11开始，电信三雄都是网路门市限定申办，而且限量11111名。双十一本来就是电商的一个热卖的一个 peak season，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这一波的这个双十一活动呢，是可以带动我们这个业绩成长30%。因应双十一节庆，电信业者也加入战局，就希望增加客户，提升业绩。三立新闻林松明、陈佑荣台北报道。